光汉经传入伍，台湾论坛 PTT 上网友狂问怎么33岁才当兵。据传许光汉20日已经在成功岭报到，受训21天后将下派到指定相关单位服替代役。现年33岁的许光汉居然还没当过兵，这个话题也引发热议。台湾男性一般在高中或是大学毕业都会选择直接先去当兵再入社会，但也有为了深造硕博学位而延迟当兵的学生。但到了33岁还没当兵，确实比较罕见。不过很多网友力挺许光汉，称赞许光汉去当兵比当逃兵好多了。很多富二代和正二代都是美国金孙，拿2本护照不用当兵，爽用健保的大有人在。许光汉都已经这么红了，也没有躲兵役，乖乖入伍给推，有人连替代役都不去。许光汉经纪人则表示，感谢大家关心光汉，退伍后会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